胡定欣的口头禅是什么呢？一、二、三，有咩？因为我惊系有啲唔出得街嘅啫。黄志文最中意咩颜色？白色。唔系噶，灰色嘅名。不是粉紅色，我其實想講粉紅色嘅，但係因為你有時問我點解你成日揀粉紅色嘅俾我，跟住我就諗你係咪唔中意粉紅色？你好，你好。定欣最唔中意食乜嘢咧？唔知乜都食，乜都食，係啊，乜都食㗎。我聽到係蛇。胡定欣最中意運動定係旅行？旅行。Perfect。係咪打得咁緊張？黄志文在胡说八道当中和哪一个是最 close 会讲秘密的呢？炮嫂。因为为什么呢？那炮嫂是会招手所有人的秘密。他出得闲，是因为他出得闲，因为他有时间聆听我们的秘密。胡定欣不开心的时候会做什么呢？睡觉。Fashion。瞓觉。一半啦，即系我中意饮噶喎，呢个系。你哋第一次见面嘅地方喺边度 ？TVB。公司。一样，因为我哋拍爸爸就拍爸。系。黄志文嘅心目中男神系边个？一、二、三，系边个啦？我知。一。跑哥。身體哪一部分是最性感的？恐怖。哇，這個答案連我都不是很確定。其實他都有留意過的。小丙睡覺前一定要做的事是玩手機。這個不是中文題的，不行的。我會零分。零分。小丙打算幾時結婚？永遠都不會。無痕是啊。你有沒有拍拖啊？還沒。有沒有對象啊？你咯，你唔好谂啦。你今日嘅表情系最好嘅。结婚之后想生几多个小朋友？两个，我一个同你生啊。小丙最中意嘅卡通人物？沙拉门。嗰个唔系我咩？喂，咁又冇分喎。我会觉得你哋啲同事系特登。系啊。阿琪最中意嘅 TVB 女艺人。胡思八道，有份。小丙最憎的男 DJ， 陈美容。哇！终于答啱，我哋都好憎佢啊！我哋另外一个同事好嘈嘅，佢真系好嘈。阿琪今年圣诞节系会同边个过咧？马先生，耶，系我老公。耶，终于答啱。大家好，系嘛？我是黄志文 Maddie， 今年就拍住三个女一个人就入围最佳女主角啦。咁其实拍呢套剧真系有血有汗有泪有笑，咩都有，即系百感交集。咁好希望大家会支持我 ，Peter Collada， 同埋方以欣，同埋小妹妹。做得咁好，点唔俾你啊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胡定欣。咁今年我就凭呢一个攻心计、热心公计呢个皇后嘅角色，获得提名呢一个最佳女主角，或者我最喜爱女主角。咁好开心啊！大家都继续啊，俾呢个提名我，支持我啦。咁就有机会同我嘅好姊妹啦，方以欣啦，一齐提名啦，仲有思华啦，咁跟住又有太平公主啦。咁我哋边个都好啦，记住投票啊！耶！咁都希望两位可以攞奖。